请在今日下午一时，让我们一起将声呼求神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悲哀、哭号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启示录二十一章四节，擦去人眼泪，我哋亲爱嘅主，求你使我哋四面受敌嘅时候，却不被困住；心里作难，却不致失望；遭逼迫，却不被丢弃；打倒了，却不致死亡。我哋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我哋呢个自暂自轻嘅苦楚，要为我哋成就极重无比、永远嘅荣耀。我哋确信你嘅恩典够用，奉主名求，阿门。